天降伞兵，伞兵团就是要从天而降，因此团里面的每位官兵，无论你的职务大小、关节高低，都要能做到一点：上天能挑伞，下地能作战。今天也是我们政战处田主任第一次挑伞，大家给他鼓掌。团长，我不能啊！我主任，你要是不跳的话，这对团里面的官兵士气影响有多大，你知道吗？哎，可是团长，我连地面训练都没做过。来人，替他整理装具。是，我团长，团长，嗨，我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闭上眼睛往下跳就是了。嗨，跳伞啊，不就那么回事吗？你跟谁说话呢？你怎么跟长官说话的吗？啊！田伯涛，这是我的人。团长，来人，有，送田主任上机。是。团长，那团长我真不能跳啊！团长，我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毛先生不会放过你的。团长，哎呀，团长，叫什么名字？报告团长，二等兵张国峰。哪里人？籍贯沈阳。哼，咱们是老乡。是，国峰对团长久仰大名。我听你说话，像是念过书的人。在哪上学的？西南联大，师从吴大有教授，学习物理。怎么当兵的？家破人亡。西南联大的高材生当兵，最起码也应该是个军官，怎么会是二等兵啊？国峰最早在中国远征军通信教导总队任职，担任中尉军衔。那为什么被撤职？没有撤职，我是因为想参加红甲伞兵团。红甲伞兵团最初组建的时候，只要学兵不要军官，国峰自愿从一等兵开始，为的就是能够与日寇在战场上搏杀，而不是在通信站维修电台。好，你们都是好战士，都是中华民族的好战士。从今天开始，你的军衔是国军中尉，我的副官，张副官到。我要带你们一起打回东北去。是。团长，天子令。这么点，我就这么多了，就这么点就想收买你六爷我，啊？真就这么多了，六哥，我真就这么多了。嘿，你放心，跳下去不会死，只会残。你不死也没用的。六爷，我真没有了。哎，叔长，我还有。哎，叔长，这个是军统给我一年的活动经费啊。燕子六，上路。不是，燕子六。哎，你不讲诚信啊！燕子六，哎呀，六哥，六爷，你可是拿了我的金条的。师尊和孙不敬孙，没听说过啊？六爷，不能够啊！你拿了我的金条啊，六爷！啊、你这样不守信用啊！不然我不跳，我死都不跳！下去！这回军统的活动经费，承担哥几个安家费了啊！燕子六。这有你的，对付这种混蛋就得用这种混蛋方法。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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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了我。什么什么？我老婆？哪儿呢？我老婆在哪儿啊？在那儿呢。我老婆呀？哪儿呢？小 K。你谁呀你？你这混蛋！畜生！你怎么哪儿呢？连我都不认识了。不是。阿莲对吧？啊，你还活着呀？怎么？你怕我死了是吧？这孩子谁啊？这，你自己的手你都不认了，你这畜生！我怎么才给你这样的王八蛋？别打！我现在好歹是我是排长，你给我留点面子行不行？想什么想？走！我不回去了。走！笑什么笑？阿莲，嘘，孩子刚睡着。阿莲，你吃苦了。你怎么上来的？我门不是锁了吗？你忘了我以前是干嘛的吗？哎，别碰我，臭！哎，你不是我老婆吗？我怎么不能碰你？你想找女人上床的时候，就想起我是你老婆了。这三年你都干嘛去了？你就从来没想过要找我。不是，我以为。你以为我已经死了？哎，我可没说，是你说的啊。我们的孩子。在共同的根据地待了三年。主动点。行了，关上吧。不是要全部鉴定吗？两口子那种事儿，关上。情况就是这样的。谈谈你的分析。那个阿莲莫名其妙的就出现了，还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自己说在匪区生活了三年，如果是真的，我想他一定是共党的卧工，那么他就是来策反的。这个阿莲
是我们烈士的后代，我知道他。他从15岁起就开始为团体工作了，但是共党的洗脑很厉害，我担心他已经被洗脑了。说的没错，共党没别的本事，洗脑倒是一绝。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逮捕他们？你想激起伞兵团的兵变吗？那可是国军的精锐，校长的心头肉。你继续监视伞兵团，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只要我不下令，不要采取任何措施。是，坐。谢团长。这几天我非常的忙，也一直顾不上和你聊聊。团长日理万机，国峰身为副官，自当为团长分忧，不敢让团长分神。你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又一心想要杀敌报国，在我们现在的部队里面，像你这样的年轻军人真是少之又少。我让你当我的副官，就是想要破格提拔你。现在你是国军中尉，当上连队长官也是理所当然的。四营五连有个副连长的职缺，明天你就去报到。团长，您的意思是不让我做您的副官了？请坐。像你这样的高材生是军人的楷模，如果只留在我身边做副官，那就大材小用了。团长，国风愚钝，不想成为什么年轻军人之楷模，只想为团长效力。为什么？因为团长是国风的榜样。好好的干，将来你也是年轻军人的好榜样。团长，实话说吧，我对国军早已失望了，如果不是日寇还在逞凶，国峰早已脱下战袍回归学堂。腐败已经变得公开化了，国军也好，国府也好，腐败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国峰怀抱一腔热血报效祖国，不曾想国军和国府烂成这样，国峰已经心灰意冷。直到听说了团长的英雄传奇，国峰才燃起希望之火。有团长在，国峰才看到希望，国军才有希望。所以国峰不愿意离开团长。可是你还是要下去带兵的，在战场上有你这样的一个好连长，是士兵的福分。国军有您这样的团长，才是伞兵团的幸运。你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我想你的文笔应该不错吧。国峰不敢自夸。好，我想请你帮我拟一份文书。是。请问是哪方面的？请战书。请什么战呢？报告总司令，伞兵团兵强马壮，可惜8年抗战却从未上战场打过一仗。我部官兵求战心切，希望能够接到作战指令。打谁呀？报告，打日本人。日本军队已经是强弩之末，杀鸡焉用牛刀呢？可是学生不解，伞兵团受到如此优待，却不能上战场，身为快速反应部队的精锐，理应被投放到最危险的地方。好了好了，我知道你是德国空降兵训练出来的好战分子，我们要的就是你这股锐气，仗有的你打的，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把部队训练好，做好备战状态。我随时会让你们去面对一个险恶艰苦的战斗。抗战即将结束，我们还有什么敌人？哼，我本来过几天到你们伞兵团去视察，不过我们现在就去，待会儿就会让你知道你想要的答案。走吧。弟兄们，我今天仅代表委员长、代表国防部、代表陆军总司令部
来看望各位。我们伞兵团逐渐在抗日烽火时期，委员长因为心疼你们，所以没有将你们投入战场。那是因为我们伞兵团是我们国军的精锐，是我们国军的王牌部队，你们都是军人中的军人。我们伞兵团投入战场，必须投入到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说，好的钢必须用在刀刃上。今天你们团长带着请战书到我办公室来，说是各位官兵所有的心愿。很好，既然我来了，我就想亲自听听你们有什么想法，什么说法，为什么你们要急于上战场。有哪位弟兄说说？报告。报上名来。报告何总司令，我叫张国峰，黄埔中尉副官。你说说看，你为什么想急于上战场？何总司令，再不打仗我们就没得打了。哦，没得打了吗？是的，8年抗战艰苦卓越，眼看日本人已经顶不住了，我们参加伞兵部队就是为了打日本人打得痛快。现在日本人即将投降了，我们却窝在大后方，每天训练训练就是训练，等他们投降了，我们还有什么仗可以打？你说得很好，日本军队的确现在是我们头号敌人，但是我今天来，我还想请问你们，谁知道我们还有第二个敌人？说，有谁知道的就说。共产党。对，我们第二个敌人就是最危险、最险恶的共产党。日寇在猖獗，也是外敌呀、啊。有道是，外敌易斗，家贼难防。抗日之前，我们国军在干什么呢？在剿共，要不是日寇提早打来了，我们早就把共产党那些残余分子歼灭在陕北那个穷山沟里了。日寇来了，张学良、杨虎城这两个糊涂蛋受到共产党的蛊惑，他们两个造反了，也造成共匪趁机作乱，逼得我们国民政府同意了所谓的民主统一战线，于是乎共产党现在可以公开活动了。他们拿到我们国军的粮饷，拿到我们国军的武器，抗日战场中他们跑到哪去了？美其名曰打游击战，其实他们是游而不及啊，在各地在搞地盘呐、啊！兄弟们，共产党已经壮大了，你们以为日本人投降后你们就没仗打了吗？恰恰相反，我明确地告诉我们各位弟兄，日本人投降之日就是我们国军恶战的开始，你们有的仗打了。剿灭共匪，剿灭共匪，剿灭共匪。你们没吃饭是不是？剿灭共匪，剿灭共匪，剿灭共匪，剿灭共匪。服从最高领袖，服从最高领袖。实行三民主义，实行三民主义。你们还需要加强训练。不干了，真的不干了。什么攘外安内，分明就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我们抗战8年，难道看着中国快要和平了，现在又要我们打内战？这个连长，我不干了。我也不干了，我带着老婆孩子，我好好过日子去。我你们都走了，我留下干嘛？日本战败了，我也该回日本了。你回去，军国分子不会放过你的。但是我还是要把我的母亲和父亲埋葬在一起。陈参谋，
既然我们兄弟都不愿意内战，我们就散了吧。你们的心情我都了解，但是我们现在仍在抗战，身为军人。谭总，我看呀，这小鬼子快顶不住了，熬不过今年。再说了，你是职业军人，我们是什么啊？老千、飞贼啊，还有个四眼书生。小鬼子更不用说了，他本来就不是中国人，他打什么内战呀？我看今天这样得了，散了。你们真的都要走？对，我该给我娘上坟了。好，在走之前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我们都是兄弟吧？这用问吗？那外面3000多名弟兄是不是也是我们的兄弟？你们随时都可以走，但是我不能走。我们谁也不知道明天中国会发生什么，而整个伞兵团和外面的3000多名弟兄也都命运未卜。当然你们可以不在乎你们现在的职务，老实说我也不在乎我这个团长，可是我不能丢下外面这3000多名弟兄，他们大部分都还是18、19岁的孩子，明天是生是死他们也不知道，我是绝对不会放弃他们的。我的话就说到这儿，剩下的你们自己考虑。团长说的没错，我们不能放弃自己的兵。别去，别去，一起去。他笑了，他从来没那么笑过。だとおっしゃったよね。戦争では負けた、本ではいない。なぜお前ら褒美かけの日本を見つめるのか、最も重要な時。敗戦国として我々スパイたちはどうやって日本を守るのか。敗戦したからといって日本を守れないのか。敗戦したから大東亜戦争が終わってね。君たちは帝国の特攻勢役立つ場所がいっぱいあるだろう。お前はもともと暗闇の侍、その存在は分からないのか。長年市内に潜んで市内の国境をよく把握。日本の敗戦は戦争の結末ではなく中国のことわざで領有が並び立たず、国民党と共産党、一匹は
米人が飼ってるトラ一匹は修正しかけのヒョウだ。両匹の猛獣の争い、これから始まるんだ。しかしこれは知らぬ戦争、今のは乱の関係でしょう。関係ある。シーナと日本は一時代です。歴史を遡ってシーナ盛んな時、日本はたどれ、日本は盛ん時、シーナが非常に脆い。我々の敵としてどういった強敵がいいのか、それとも内戦で物々しい敵がいいのか、きっといつか第二部帝国はまた東に帰りつ、なしに全盛期を、きっといつかシナは神服、その日のため大使の棒を覚えとけ。先生、我々何ができますか。共存とは我々を許し難く、国民党が違う。国民党が共産党を倒そうと容易ではない。援助は必要だ。援助は米国だけではなく、キード我もそうだ。戦区に最も詳しい共産にもそうだ。軍隊が必ず頼んでくる。我々の戦争はこれからだ。日本帝国復興のため絶対統一で強いシナを見たくて、シナを破壊し崩壊させ、シナは永遠に戦争と貧困に陥らせ、日本帝国復興の日、シナまた我々の承知のものだ。第二の万歳。万歳。你跟他说我们接管这儿了。三修康里尼基塔，就下ろせ。左向け。走れ。是战俘，你是间谍。我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的中将，日内瓦公约承认的交战国军队军官。我是战俘，你别想逃过一死。你要杀我，那开枪吧。
国际社会马上就知道了，中国的军队是野蛮的军队，虐杀已经放弃抵抗的战俘将领。陛下，我是冈村明次，日本中国派遣军的最高司令官。中村雄先生是日本军人，他的名字在战俘册的名册里，请阁下慎重。哼，来呀，开枪啊！中国马上就扬名天下，我可以保证。别跟他废话，我杀这狗娘养的！团长，我们不能杀战俘，你做不了，我来做。他们是畜生，我们不是。把枪放下！你们现在回到你们的寓所去，等候国民政府发落。我代表中国军队，现在接管这里。哎，陈一鸣上校，我俩都是熟人的。滚！各位同胞，我要在这里向大家宣布一件重要消息：日本无条件投降，我们中国赢得了抗战最后的胜利。现在放他们回去。哎，等等，团长，这里边是不是有空档？我们要不要甄别一下呀？他们都是日本人抓来的中国人，全部释放。团长，好了。岩本先生，你受苦了，跟我走，我安排军医为你治疗。心与我领了，不过我不会跟你走。为什么？你知道的，我是有组织的，我的组织会照顾我的，希望我们还有机会。有机会的，一定会有机会的。陈团长，那我们就先走了。部队注意，立正，敬礼。君原先生，身分を投降した。中村先生、お前出てけ。はい。はい。没想到毛先生这么快就到了南京。哟，穿上军装了。日本战败，只有军人才能享受日内瓦公约的保障。保障生命安全，间谍是谈不上任何公约保护的。挺新鲜的，中村先生还知道日内瓦公约。战争期间多有冒昧，还希望毛先生不要介意。哎，两国相争，各为其主嘛。虽然日内瓦公约不保护间谍，但我们都是间谍，会互相留余地的。毛先生训示的是，正所谓惺惺相惜嘛。我对中村先生的谍报才华非常钦佩，好在盟军胜了，要不然忐忑不安的倒会是我。
谢谢马先生。这是我让部下把共党的档案重新整理，还翻译成中文，送予毛先生，请接受。好。还有呢？还有我的间谍我，都在待命状态，随时可以为毛先生跟保密局服务。中村先生，不愧是老特务头子，很明白。好，那我就实话实说。现在我们要对共党展开全面攻势，你和你的机关就不能公开活动了。给你一个战俘派遣委员会委员的头衔，你和你的机关就算是委员会的一个联络机构。嘿，中村先生，我们都是一生搞谍报工作的，早已经习惯隐没在黑暗中了，对吗？明白。什么？他妈的！叫什么？老子抗战八年，你他妈的汉奸八年啊！范振民怎么了？我可是一个半分的生意人呐！去他妈的！你还敢说自己半分的生意人？滚！快，兄弟们，又是像个家伙！干什么？你们是哪个部队的？你是哪个部队的？我是国民革命军淞沪行动总队的。听过这个部队吗？没有，没有。我们是刚规训中央的，我们以前是……老总，我认识他。他原来是76号的，本身就是个特务，还是个汉奸。滚开！哎，行，你敢打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军统局戴老板的人。戴笠是吧？啊，我跟你说，你提戴笠，我就跟来气了。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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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行，刘总，你等着，你等着，兄弟们，走！滚！帮老百姓收拾一下。是。胡迪，帮我拿着枪，过去那边警戒。班长，你管到了一时，管到了一世，现在到处都在接收军警建设，甚至连伪军民警察都号称反正归顺中央，发了横财。我们只是散兵团，你也只是上校团长，我们能起多大作用？我听说汤恩伯的三方面军跟上海警备司令部打起来了，死了不少兄弟。为什么？为了抢一个日本军人俱乐部。这汤恩伯是出了名的不敢打日本人，对自己手下人倒真不含糊。两边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现在在上海的名声极差，党国的事情都是坏在这些人手里。团长，可不能这么说啊！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以为那些当官的是什么好东西？抗战的时候，他们开着美国军用卡车走私，赚了不少。哼，现在能闲着？这些事儿你怎么都知道？你忘了我是怎么被抓进去的？那些高官的姨太太告诉我的。我看党国真的要完蛋，我们这些当兵的在前线这么卖命，他们就知道吃喝玩乐，根本不管我们死活。现在日本投降了，他们也不管老百姓死活，就知道捞钱捞地盘。那话怎么说来着？船能什么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对对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老大，这党国真要完了。总司令，请。你不能说请啊，这过去是我的公馆了、日本人占领南京之后，成了日本军官的公馆了。现在物归原主了，我回来了。
还是老样子啊。报告总司令，刚才您是要学见您。请他进来。是。关总司令。冈村司令官。久违久违，您好吗？都好都好，好久不见了，托您的福啊。坐。我们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现在日本已经没军队了，我们两国可以在不受任何阻碍之下携手合作了，我们要共同努力啊。现在我和我的部下都已经是贵军的俘虏了。不用这么说了，请何总司令示下。我请示过委员长，以后可以不叫你们俘虏了，你们日军已经缴械了，就称你们为徒手官兵吧。谢谢委员长，谢谢何总司令。坐坐坐坐坐。委员长有一道命令给你，请何总司令示下。委员长特别要委任你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这是给你正式的头衔。何总司令，我是败军之将，我真的没有想到。委员长是既往不咎，在华的200万日军与侨民的善后跟遣返工作，你必须把它做好。今天我跟你通这个气，不许对外声张啊。在军事方面，以后你要给国军参谋参谋。现在剿共即将开始，我想你对中国的国情也是了解的，也熟悉共产党，所以在这方面你一定要多加努力。嗨，何总司令，我的部下还有200万，其中至少有50万没有受到任何严重打击的精兵强将，我恳请这50万以志愿者名义参加剿共，这50万日军可以组成强大的机动兵团，对共军实施毁灭性的打击。这倒是一个新的想法啊，不过事关重大，还必须由委员长做最后决定。至于你的一片赤胆忠心，我都看到。谢谢何总司令，那我就先告退了。好，我送送你。怎么样？啊，不要紧吧？不要紧。什么？不要紧？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很不好，必须进行全面休养和治疗。虽然弹头现在我给取出来了，但是伤口在监狱里已经感染了，我这里是治不了了，必须尽快转移到大医院去。那只有转移到根据地了，他现在不能出现在医院，中村雄到处都在找他，恨不得置他于死地呢。真没想到啊，日本都战败了，日本的特务机关还能继续搞活动。有什么想不到的？头号战犯冈村宁次现在成了国民政府的座上宾，国防部高级军事顾问，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还有什么龌龊的事情干不出来？看来真的应了孙中山先生的那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你的伤不能再耽搁了，今天晚上我让老高送你出城到根据地去。手上，开快点，咱们想办法甩掉他。
你赶紧走，部队不行，别管我了，国民党的宪兵马上就到了。那些日本人，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顶多把我送到日本长明救救点，到时候你们去接我，明白吗？你快走！你赶紧走啊！他们才是共产党。是小日本，都投降了还拿着枪。乌兹呢？乌兹呢？他们说什么？不知道。银娘，你不是士官学校毕业的吗？小日本都死到临头了还废话。有没有给我听好的，拿枪的日本人就是敌人，给我打。我没有武器。他们为什么杀你？我也是日本人，是个人恩怨。按照日内瓦公约，你们要保障我的生命安全。算了，待回去再说吧。带走。什么？岩本被国民党宪兵带走了？对，他们的人太多了。岩本说了，宪兵啊，不会伤害到他的性命。等把他转到日本侨民遣散营，我们再去接他。岩本也想得太简单了。现在军统在跟中村雄合作，那宪兵一定会把岩本交给中村雄的。是我的错，我去把他救回来。等等，我犯了错，我得弥补啊。我知道，可是你不能去。现在国民党接管了南京，国共还没完全破裂，满城都是国民党的军队和伪军。要是一旦闪失，那会给我们共产党的正面工作带来很大的被动啊。那怎么办呢？那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岩本被中村雄他们给杀了呀。那当然不行了。可是要从国民党的宪兵里面救人，我们真的是没有这个能力啊。但是我们可以找一个有能力的人。谁？散兵团。报告。对。来，坐。你不是下了禁酒令吗？自己先喝上了。这可不像你的风格。哼，你不也违反禁令了吗？这也不是你的风格。我违反什么禁令啊？蝴蝶，别人看不出来的，都别想逃过我陈一鸣的眼睛。我们并没有谈恋爱，所以不算违反禁令。难道你不喜欢他吗？国家破碎动荡如此，何敢又谈儿女私情？是啊，党国今日的怪现象，我算是开了眼界了。啊，我们别谈这些了。对了，你怎么来了？有人找你。谁啊？云晴，你找我？是的。我回来南京，因为工作太忙，所以一直没有时间去找你。你在避嫌。不说这些了，我需要你的帮忙。什么事？你说。
你不要那么紧张，我绝对不会让你去做你做不了的事情。我要你帮我在宪兵那里救一个人。是你们的同志？这个人你认识？要是你不肯救，那算我看错你了。这个人是谁啊？岩本。岩本？我知道了，我马上派人过去。冯营长。哎，陈团长。哎呀，今天怎么有时间跑我这来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来，快请坐，请坐。哎，坐下再说。来，怎么，你的人被宪兵给抓了？好说，我马上放人。不是我的人，是一个日本人。日本人？对，他的名字叫岩本。岩本，确实有这么一号。一群日本人在街上火拼，被我们宪兵给制止了，现场抓个活的就是他。现在就关在我们的看守所里。据他自己供述，他以前是中村特务机关的军衔少佐。对，就是这个人。陈团长，你怎么会来捞一个日本特务呢？你不会也收了他们的黑钱吧？哼，你觉得可能吗？现在的南京还有什么不可能的？都乱成一锅粥了，整个就是民国版的官场现形记啊！不过这个小小的宪兵营长可不好干呢，累得慌，每天不知道面对多少说情的。哎，那些送钱的我可以不收，但是递条子的我可不能不顾啊！不管是哪个，我这个营长都得罪不起啊！难道你陈团长也要我这样做吗？嗯，岩本是日本特务，但是在抗战期间，他对我和我的弟兄们有过很多次的帮助。那个时候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们早就完了。现在中国抗战胜利，可是他却被中国的宪兵给抓起来。他是军统的人，哎，为什么他自己不说呢？他不是军统的人。不是军统？我一时也没有办法跟你说清楚他的真实身份。他的事情你知道的越少越好，我这么做是为你好。好，我知道了。不过要把他放出去还得走个程序。这样，明早一上班我就把他给办出去，你在门口等着就可以了。嗯，那好，这件事情就麻烦你了。陈团长，我是非常相信你为人的。放心吧。都调查清楚了，你的身份已经核实，你可以走了。签字。他要交给我们。你谁啊？我是中国战区日本善后官兵联络部的联络员中村雄。怎么又他妈来个日本人？指挥官阁下，按照规矩你要把他交给我。上长，他威胁我的生命安全，这中国宪兵难道不管吗？我是因为帮助中国军队被当面追杀的。难道因为他抗战结束了就不管我的死活了吗？我帮了你们多少次了，外面国军伤兵团的团长金一上手，他最了解我。他是共产党，先别叫唤，我马上核实一下。喂，113伤兵团，指挥官阁下，我这里有一份死刑判决书。日本的，对，日本已经战败投降了。根据日内瓦公约，我们是有权处置日本的官兵，这个死刑书仍然生效。你的意思是，你们要执行他的死刑？没错。这太荒唐了，
你们日本已经战败投降了。指挥官阁下，请你打电话给军法处，问一下，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我要请示我的上峰。如果方便呢，请打这个电话。陆军何总司令，何总司令亲自答应我，日本官兵由我们负责管理，一切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仍然生效。你啊，死人啊！我的死人，滚来！死鬼子啊！我的死人啊！阁下，你还要打电话给谁呢？哪个不来？谁过来？哪谁过来？哪个不来？谁过来？你们在车上等我一下。是。傅恒刚，怎么回事？人为什么到现在没放？出事儿了。出了什么事儿？那个什么中村，他枪毙岩本。什么？他已经被押赴刑场了。哎，陈团长，陈团长，你别冲动！哎，快，抄家伙！不会要我们进攻南京警备司令部吧？我们要去劫法场。劫什么法场？他们抓了岩本，要枪毙他。快！当贼的时候没进入法场，当官军了还要劫法场。长官，把路给我让开！我们团座的话没听见吧？让开！让开！报告长官，这里是刑场，正在行刑。我知道这里是刑场，这是日本人自己在行刑。废什么话！让开！这到底怎么回事？哎呀！甩兵朝日本人行刑，难道你们救那个日本人？对，我们就是要救他。你们为什么要管日本人的事儿？你让他狗咬狗不得了？日本人有好人，让开！让开！不，不！我数到三，你不让开，我开枪了！难道我们中国人真的要一个日本人自相残杀吗？啊！你们真的想杀宪兵吗？这话您说对了，我早就想杀你们宪兵了。你们这么干是要掉脑袋的！那你看看，到底谁不怕死？让开！一起，你，就等。小开，数到几了？马上到一了。到一的时候就开枪。小开，一，等等。你们赢了，后果自负。把路让开，把路让开。
下给。跟我走，杀了中村！啊！让开，陈团长，你给我让开！兄弟也是奉上峰命，冯恒刚。你也是个血性男儿，难道你真的要保护那个日本老特务吗？你我都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而且这是何总司令亲自下的命令。什么命令？命令南京警备司令部宪兵团保护中国战区日本善后官兵联络处首席联络员中村雄中将人身安全。什么狗屁命令？何总司令亲自打来电话，兄弟只能服从。你给我让开，小心我剥了你！上头！冯恒刚，难道你真要为那个狗娘养的向我开枪？对不起，军令，主帅。他们也只能执行命令。难道岩本就该白白的死吗？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团座，三思啊！团座，走！本当に傑作だね。这样，怎么会是这样？日本人已经投降了，岩本的死刑却执行了。岩本出生入死，为的就是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国民党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而且他们明知道岩本对他们帮助过，还给这些日本人武器弹药，让日本人去枪毙他。马上组织力量干掉中村兄。部长，现在日本人已经投降了，再组织力量干掉中村兄，万一出事怕得不偿失啊。虽然日本人已经战败投降，但是以中村兄为代表的日本特务并没有投降，他们只不过换了一个东家，继续危害中国人民。敌人要是不投降，那我们就让他灭亡。电告泰山，马上组织力量，采取非常手段，除掉这个中村兄。是。队已经准备好了。好，我带队去。你？
是我把事情搞砸了，我害了岩本，我要替他报仇。长官，请问你有何贵干？我要找人。找人？你们的老板。你是哪位啊？现在已经两点了，他已经睡着了。你告诉他，陈一鸣要见他。陈一鸣要见我？是现在吗？行吧，你让他上来吧。嗯，谢谢。陈一鸣跑这来干什么？可能是为了岩本的事儿吧。长官，您里边请，经理室在顶楼。好的，谢谢。都这么晚了，你找我有事儿吗？我知道你一定还没有睡。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我没能救出岩本，是我的罪过。他已经死了。我知道，我会厚葬他。你是想跟我说，你会跟他买一口好棺材吗？不是。那你想跟我说什么？我需要你的帮助。帮助？现在日本人已经投降了，国共内战一触即发，你还需要我什么帮助啊？我要杀了中村兄，我需要中村雄的情报资料，他的随从警卫名单，他的行程时间，还有活动地点。你是要擅自行动吗？对。你不等你的党国命令了？哼，党国，党国不会再有命令了。那你知道后果吗？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因为我自己的良心。我也知道你们一直很想杀了中村雄，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个机会给我。如果这次任务成功，而我还活着，我会回来找你。找我干什么？你哥哥一直想得到的。什么？我的信仰。信仰？你哥哥说的没错，如果一个苹果已经彻底的烂透了，那就是没救了。我的党国已经没救了。我不懂共产主义，我只是知道中国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我曾经要求你们接纳我的部下，但是我现在希望你们能接纳我和我的部下。说句实话，这事儿对我太突然了。我没有什么想法，我只是希望中国能够走向光明富强。原本我选择了校长和党国，可是他们让我失望了，而且是彻底的失望。现在我选择了你们，我希望你们不会让我失望。不会，绝对不会的。如果这次能够完成任务，而我也还活着，你一定会活着回来。我希望我真的能够为中国富强光明继续战斗下去。一鸣，你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了吗？一鸣。天明。对不起啊，我来晚了，我刚到南京。是我来晚了。晚来总比不来要好。
在你来之前，我一直在思考，我这次的选择究竟是对还是错？那你觉得现在是对还是错呢？恕我直言呢，国民党现在早就变质，而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你来说，理想的破灭，不亚于是一次脱胎换骨。我的理想并没有破灭。中华民族能够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结束战乱，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这个理想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其实严本的死是压垮我对党国信仰的最后一根稻草，国府的贪污和无能，军队的糜烂和腐败，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推翻这个政权。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严本会死在胜利之后。他是一个好同志，是一个优秀的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战士。我自己也常常在思考，我到底在忠于什么，是领袖还是国家？现在我明白了，我忠诚的是自己的理想。你能有这种认识，我很欣慰。我要去暗杀中村雄，如果任务成功，我会实现我的承诺，参加共产党。我也会带着我的小组离开南京。我们会安排好的，你也一定会成功的。但是我有个建议，你最好不要离开南京。你的意思是让我继续留在散兵团？对，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你已经不在乎这个团长了，但是你不得不为这3000弟兄的前途考虑。内战即将爆发，为什么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离开散兵团呢？就算是你走了，还会有一个新任的团长上任，这3000弟兄依然会卷入内战的漩涡。难道你就忍心这3000弟兄被卷入内战吗？你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吗？可是我现在已经背叛了校长。这就是你的心病所在啊。你可以带走你的小队，却不愿意带走整个散兵团。那是你觉得这个散兵团是你们校长的心头肉，是他的精锐部队，你不愿意挖他的墙角。如果他日你和你的散兵团战场为敌，你下得了这个手吗？你是说要我带走整个散兵团？这是你的自由，你可以带走你的小队，也可以带走整个散兵团。杀掉中村雄我们抽身容易，可是要我带走整个散兵团谈何容易。在我来到这个团之前，团里面大部分的军官都是杜聿明将军他们的旧部，我对他们的底细并不清楚。谁让你现在就把他们拉过来的？我们把你拉过来不也用了几年的时间吗？更何况整个一个散兵团呢？我们只是希望你慢慢的做工作，希望你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这个散兵团对你们那么重要？你错了，不是对我们重要，对中国重要。中国毕竟还是需要散兵的，我们不管立场如何，但是这个团毕竟是中国的第一支散兵部队，是中国散兵的种子，消耗在内战的战场上太可惜了。是啊，抗战在最艰苦的时候，散兵团也没有上过前线，也是同样的考虑。所以现在你更应该保护好这个团。那我该怎么做呢？不动声色，慢慢排查团里的军动分子和顽固分子，等待合适机会率团起义。起义？对，只有这样才能给散兵团带来真正的未来。你的意见呢？我同意。好，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真正的同志了。你的代号叫蒲公英。蒲公英？对，你是散兵，你不觉得像蒲公英吗？团长。田主任，有何贵干？昨天晚上来找您签署文件，您不在。哼，你的消息挺灵通的嘛，我刚一回来你就来了。团长是一团之灵魂，兄弟我
当然以团长马首是瞻了。团长，昨天晚上您去哪儿了？田主任，我昨天晚上上哪儿去，需要向你报告吗？团长，兄弟我等了一夜。田主任，你手上那份文件又不是什么紧急军务，想要编谎话的话你也编得远一点。团长，兄弟我……田伯涛，你来干什么的我很清楚，我的脾气你也应该很了解，你要怎么搞我管不着，但是我警告你，别蹬鼻子上脸，这里不是军统局，你想要抓我的把柄可以，但是你也别让我抓到你的把柄，否则后果自负。团长，兄弟我……田主任，我上哪儿去，干了什么事，见了什么人，这你管得着吗？你自己本身是政战处主任，你也有你自己很多的公务要忙，请不要那么关心我。是，团长训斥的是。哼，还有事吗？没了。那团长，我先告辞了。我确实没想到，他会这么痛快的就站到了人民的立场上。这就是他的个性。一旦明白到底是谁能拯救中国，绝不拖泥带水。现在最关键的是如何控制住这支伞兵团，他们可是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啊，中下级军官大部分都是杜聿明以前的中国远征军，作战勇敢，但是思想也很顽固，要策反这样一支部队应该是很艰难的。是啊，军统也非常关注这支部队，还派了间谍进去。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军统虽然无能，但是控制自己的军队还是控制得很严的。暗杀中村雄的任务真的要去交给他们完成吗？对，这是他们的心愿，我们应该尊重他们，做好他们的养护工作，中村雄死定了。今天晚上就干掉中村雄，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我们怎么干掉中村雄呢？这个任务我来完成，光靠你一个人是不行的，天黑之前会有详细的计划方案。我们这次没有军统提供的情报和支援，我们怎么掌握中村雄的情报，而且事成之后怎么撤离？我说过会有安排的。谁给我安排？团长，就算死让我们死个明白吗？我们也不是怕死。我们在一块儿出生入死这么多次，我什么时候隐瞒过你们？我说过有安排就一定会有安排，现在团里面有军统的人你们也不是不知道，所以我们这次行动一定要保密，因为我们都还要回到伞兵团来继续带兵。记住我说的话。还有一件事，那田伯涛呢？他肯定会盯着我们。这个家伙我早就想教训他了。